喂，刚刚不太方便说话，恭喜你，又一次赢了。谢谢。小果，我本来想在爱尔兰公开赛后，世界排名再上升几个名次，再和你说。有些话可能一时说不清，得回国之后才会有机会。正事儿，林一阳在我身边，他说他有事情找你。好。喂，我没有孟小冬手机号，借小果的问你一下，都买好了吗？买好了。定了几点？几号房？八点。六七七号房。没事了，你们继续。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挂了。啊。现在上去，你先去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我去练会儿球。啊？